谢。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好，注意把表情露出来哈，表情，你的表情很重要啊、哦。好，来，预备。先唱着来一遍，先唱着来一次，把音乐找到，你们可以想一想泉水叮咚的动作。波浪手，我们再练一下波浪手啊。波浪手，泉水叮咚，手腕走，水叮咚，泉水叮咚响，跳下了山岗，走过了草地，来到我身旁，手腕泉水呀，泉水，你到哪里？你到哪里去？唱着歌儿，弹着琴弦，流向远方。好，我们合音乐啊。泉水叮咚，泉水。稍等，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跳下了山岗，走过了草地，来到我身旁。泉水呀，泉水，你到哪里？你到哪里？唱着歌儿，弹着琴弦，流向远方。记住，眼随手动啊，眼随手动。泉水叮咚，泉水叮咚，
冻，泉水冰冻雪啊，跳下了山岗，走过了草地，来到我身旁。泉水呀泉水，你到哪里？你到哪里去？你到哪里去？唱着歌儿，弹着琴弦，流向远方。好，过了啊，过了。还记得我们学的好运来吗？好，嗯，我们从这儿啊，还记得吗？一、二、三、四，就是手做一个小爱心的动作，哎，对，小爱心的动作啊。好，稍等一下啊，手做一个小爱心的动作，一、二。三四，绕腕儿，贴个千纸鹤，再系个红腰带。啊，再来一次，备，走，五六七八，贴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等等。健康成长在你一生的微笑逐颜开。好，我们再来一次啊，五六七八，贴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用心跳生活美，善良成常在你一生的风雨乐享祝愿开。好，和音乐啊，和音乐来一次。好，准备。好，再来一次。我看到有人已经交作业给我。音乐又没了，再来啊。这个视频我有放到过，有放到过群里啊，群里是有的。好，我们活动一下，准备开始我们今天藏族舞的练习，好吗？先跟着我活动一下，从头开始啊，从头开始，头肩胸腰胯，嗯。
I thought of all my heart. I thought of all my heart. K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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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accio sorgon baby mi era otte polotlo miedo de tine son tanto te dos sta casa in latine te soy a filosio la tiene fondo es b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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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te tonda y vire ci si de cipunani caponi en clay so più da giù putine so sa ben galo you pire cantine me长的，好，再来转胯啊，不要那么快了。出汗了吗？我已经微微出汗了啊！热身的目的就是使你的血管，使你的整个微微调到微微出汗的状态。好，说藏族舞的手型还记得吗？手是自然手位，平手，平手。啊，在藏族舞里，我们叉腰是怎么做的吗？不是这样，对吧？扶胯，扶在我们两个胯骨上。胯骨上啊，胳膊肘呢？这样不对，往前，
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这种状态，现在这种状态，一个是这样，或者是这样，啊，这就说明呢，你没有找到位置，用你的手心，手心就是手的，我现在点到的这个位置啊，手腕的这个压在你的胯骨，就是锁在这儿，你不管怎么动，你看，不管怎么动，我的手都不会动，对吧？手腕子是什么状态？注意看我的手腕子是什么状态啊？不是拎起来的，不是松的，是压实了，给它压实了。嗯，这是藏族舞的叉腰，没问题吧？好，我们先练习一下颤膝，颤膝啊，膝盖在哪儿啊？膝盖颤动，一、二、三、四，好，还记得我说的脚位吗？是什么呀？自然脚位，脚尖稍稍分开一点，脚后跟呢靠住，脚尖稍稍分开，不是小八字啊、哦，不是小八字，打开一点点就够了。好，注意颤吸，一、二、三、四、五、六，不是蹲啊，也不是蹲，就是放松的状态，身体哪都不要乱发力，哪都不要发力啊、哦，颤吸，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好，有的人提问了，他说：“雅老师，这个脚膝盖是朝哪个位置啊？不是朝脚尖的位置哦。看，不需要哦，是把你的大腿靠住，啊，脚尖微微分开一点就行了。一、二、三、四。”噔噔滴噔滴噔滴噔噔噔噔滴噔滴噔噔滴噔噔噔噔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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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噔噔滴噔滴噔噔噔噔噔滴噔噔噔噔噔噔噔滴噔滴噔噔噔噔当哒滴当当，滴哒滴哒当，放松膝盖。当当滴当哒滴当，滴哒滴哒当，当哒哒滴当滴当哒滴当当，滴哒当当当当。好，一直都有颤吸。那我们做屈伸的时候呢，就是在颤吸的基础上做的膝盖。做的膝盖带着呼吸，还记得我上节课说的屈伸啊，屈伸，那我们就是用什么呀？快屈慢伸，快屈慢伸，快屈慢伸啊，我们试着来一下，试着来一下，五六七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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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哒滴当滴当哒滴当当，好，您学会了吗？接下去我们做原地的换重心屈伸，原地的换重心。好，为了让我们准确的掌握，我们可以稍稍把两个脚微微分开一点点，与肩同宽啊。好，还是一样的，快屈，快屈的时候呢，把重心倒到。右腿上，好，伸的时候呢，微微的踏住的同时，换重心伸，屈打伸，屈打伸，屈打伸。好，切记，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伸大于脚。我现在还没有说你的身体要怎么晃，所以你的身体不需要加任何的。弯腰啊，没有这个动作，我现在说的就是
重心的移动，重心的移动，重心的移动，重心的移动啊！好，来一次，还是要掌握一个原则。刚才说的什么呀？快屈慢伸啊！来，五、六、七，哒。当当当当滴答滴答当，当滴当当当滴答滴当当，当当滴当答当，啦哩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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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试着往前走一走啊，试着往前走一走。好，注意，有的同学呢在做屈伸的时候，快屈慢伸的时候，有的人就一拍到位了，那你不就做成了什么呀？快屈快伸吗？那你就没有这个撑的过程。你看，如果是做成当滴的，你后面怎么办？你的气息就没有空间了，对不对？得什么呀？慢撑，那么我说的慢撑呢，也就是你得把这个动作撑满了，用，也就是这个节奏是这么长，快屈，对吧？屈完了以后，我要用后面的五六七八再慢慢的做满，而不是五就到这个点。啊，能听懂我说话吗？我有个节拍处理，比如说是这么长的时长，快屈到底，对吧？然后五六七八的时候，伸的时候是五再上楼梯，而不是五就一下穿到顶了哈。处理好，处理好，五六七八，当滴当当，当哒滴哒滴哒当，一二三，二三四，还有。六七八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哒，二二三四画五六往前行进，噔噔滴噔哒哒。当滴答滴答当，换重心，当的身体放小，当的滴答当，当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屈伸哒，屈伸哒，屈伸哒，屈伸，好，没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学一个新的动作，新的动作啊，看你的右脚拿到起点方向，一、二、三、四，换五、六的，换重心的，一、二的，三、四的，五、六的，七，啊，它始终还是颤息的。我把这个动作的原型做一下，我把这个动作原型做一下，是一、二、打三、四、打五、六、打七，很常见啊。但是我现在放慢，放慢，把这个单一的动作再跟大家教一下。嗯，上重心到右脚，换重心到后腿，上重心，上重心，换后腿。走上步换重心，走上步换重心。好，再说一下，稍稍比我们之前学的单靠和三步一靠难哈，难。好，再看一下，上重心没问题吧？好，然后再从前面的重心移到后面的重心。然后向旁迈一步，好，再切换一下，左脚的重心换到后腿的重心，好，再迈步，
再切换一下右脚的重心，换到左脚的重心，旁边迈一步，再切换一下左脚的重心，换到后腿的重心，迈一步，好，加快，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颤起来，膝盖颤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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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颤起来，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四哒哒，五哒哒，六哒哒，七哒哒，八。好，我说手啊，手没有多余的动作啊，也就是双手还是自然的守卫，不管我是在袖子里还是不在袖子里，我的手都没有特别的手型啊，不要做特别的手型，手就是延长的状态，手就是延长的状态。好，我们把手放到180度上，右手甩袖，走一个立圆啊，走一个身体最大的立圆啊，一二打三四，好，再看一次，一二打三四，好，另一只手也就是停在我们，我在教古典舞的时候是单托手，对吧？那就是翻过来，就在单托手的这个位置上，所有人不要跑到这儿或者这儿都不对啊，就在你的什么眉梢上方，停住在这个造型上啊，我们来统一一下，备走，一二三四，然后换手，五六七，好，注意你看看你自己，看看手机里的自己有没有手在哪个位置，调整一下啊，拉长反面，一三四，换五六打七八打二，二打三，换打手走最长路线。好，我们把脚和手配一下，一抬腰，看你的体态不是这样啊，不是跳朝鲜舞啊，体态不要包回来，抬腰拉长你的上身，拉长你的上身，那藏族人，藏族妇女她身上背，就是在原来的时候他们是运水的话，她是在腰这一块是驮着一桶水的哈，所以我们就把腰塌下去，然后拉长你的上身啊，一二换重心，换脚的同时换手，你看，看到这个动作了吗？直接拿下来，然后换另一只手上重心，二二打，拉回来，换脚换手，一二打，三四打，五六打，七八打，一二打，三四打，五六打，七，颤息，颤息打，颤息，颤息，颤。好，我们就合着音乐就练，就练这一个动作啊。这个动作稍稍比之前呢难一点。我喝口，哎，喝口水。颤息啊，一二三，颤起来。
来留着蔚蓝的梦，思念的人们，你走过来，你我一起唱那首歌吗？一唱完，回荡着流浪之歌。强调一下，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手不走最长的路线，手不走最长的路线，知道吗？就是往这儿就过来了，一定是要贴着耳朵，贴着你的身体走最大的圆啊，你的运动轨迹是贴着你的身体走最大的圆。很多人就是啊，一甩就不知道甩到哪去了，一定是贴着你的脸，贴着你的身体走最大的圆，一，走最大的五六七，你看这手怎么上来？不是这么上来，对吧？从你家屋顶上挂下来啊，最高点儿，从最高点儿过来，清楚了吗？好，再说一次啊。再说一次，上脚换重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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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脚把身体压下去，上脚换重心，上脚换重心。好，再练习一遍啊，再练习一遍，我们就把前面的单靠、三步一靠、单背袖还记得吗？上节课我们学过的三背袖啊，我们把一起来做一次。现在先还是做，暂时还是做这个单一动作啊。好，我们跟着音乐哈。先做屈伸好不好？还是屈伸不太好，还是屈伸没有解决啊。五六七首歌吗？
芝麻及阿弥鲜花白莲花最大的年轻啊少经过身体走最大的线路身体就不听使唤了，不协调了哈。好，来我们说单靠，单靠还是什么呀？经过什么呀？屈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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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伸。好，然后注意这个脚不能这么踢起来啊。它不是东北秧歌，好吧？不是东北秧歌啊，一定要蹭着地板，贴住地板，勾在哪个位置？我上节课说过的，不要勾在这儿，也不要勾在这儿，对吧？勾在你主力腿的什么呀？脚掌，脚掌最多一拳的距离就够了，就是你的脚和你的脚跟儿，脚掌和脚跟儿最多一拳的距离啊。一拳没有这么大，对吧？一拳的距离，反面是一样，屈伸打屈伸，能看到吗？屈伸打屈伸啊！好了，我们来一次，这叫什么？单靠，对不对？这叫什么？单靠啊，单靠。再说一下啊，单靠屈，我能看到我的脚啊。有人说看不到我的脚，我可以看到我的脚啊，伸。屈伸打屈伸打屈伸打屈伸屈伸打屈伸打屈，拖着走啊，还是要有一个拖的过程，好吗？不能不是拿，不是踢啊，一定是拖着走。它这个动作来源于它的文化，藏族它那个地方有雪，对不对？雪山，然后。人是穿的那么厚的鞋，你想他是走不动的，所以不可能像东北秧歌似的踩着高跷，当当当，不可能是这么踢的啊！你有看到广场舞好像，除非踢踏部分它有欢快的，但是也不是主动的像那个秧歌似的什么抬腿踢腿，它没有那个劲儿，没有那个寸劲儿啊！所以我们要理解它的原生文化是什么。我们这个舞蹈就。来源于人家的民族，所以我们要掌握它的特点。再来一次啊，屈，这个动作叫单靠，请你记住了啊，我会提问的啊。单靠手扶胯，单靠手扶胯，一打打二，打打三，
个变化腰为首，二打三，请你跟我同手同脚啊，一打跟我一个方向，我是哪个手你就是哪个手。有的新学员他搞不清，再说一遍，雅老师上课都是做的镜面动作，就我现在举的是你的右手，你不要动脑子说哎呀老师是这个手，我要另外的手，不用不用，我已经给你切换过来了啊，我已经给你切换过来了。一打打，二打打，腰为首，单靠，屈伸打屈，伸打屈，伸打三步一靠，一打打，二打打，三打打，单靠的基础上啊，拖两个，二三靠，再来一。打打二，打打三，打靠住五，打打六，打打屈伸有吗？屈伸，屈伸打屈，伸打屈，伸打屈，伸屈伸打屈，伸屈伸加手试试屈伸打屈伸屈伸，好，一加手屈伸没了屈。伸打一直有，屈伸，屈伸，屈伸打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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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好，这个叫什么呀？谁知道？这叫三步一靠，记住了啊，走三步靠一下。好，我们把这些。把这些每一个刚才我说的元素动作每一个做八次好吗？好，来，我已经出汗了哈，有的同学说老师我跳了一节课都没出汗，那你可能没太发力啊，没找到发力点儿。嗯，好，从单靠开始，单靠做八个，然后三步一靠做八个啊，六七八，手不跨，单靠。洁白的月亮，飘着蔚蓝的梦。注意，我要过程。思念的人们，拖着你走过来，与我一起。再来两个。好，三步一靠。看面。注意过程啊！同学说老师慢的我不会做，还是说你的这个发力方式还没找对？Oh,
盖始终都有，膝盖始终都有啊。好，我们做一下单杯气哦。保持住五次转啊！望着月亮，失去了山顶，真奇的。拉长上身，唱西唱。真奇的天堂，永远不会。好，好啦，藏服我们今天说到这儿啊。来，深深慢，深深慢，我来不及看，有的人我看到在打字，但是我来不及看啊。好，来，深深慢，深深慢，准备啊。找一下音乐，很多人第二段不熟啊，我把第二段来一次，到这儿完了以后，摇臂，噔噔，小盘手，等撤脚，右脚，噔哒滴哒滴噔滴噔，滴噔滴噔噔，小五花，噔哒滴噔噔。双分手，哩啦哩啦，啦哩啦，沉，噔噔一噔噔，拨啦，哒滴噔噔，转，噔哒滴滴噔，滴噔滴噔滴，噔噔，双手，啦啦哩啦，啦。啦哩啦，滑手，啦啦啦啦哩啦，托按手啦，双盘手啦啦，好，做到这儿的时候手不要下来，不要加动作，没有，直接上去就好了。啦啦哩啦，胸腰给出去，啦啦哩啦，右手留下。啦哩啦，转啦，上脚，嗯，好，第二段合一下啊，我们把第二段合一下。哦，所以是这个音乐。等，
长发一点雨，爱不沾湿体，和同窗干白长粥，不忆故事，不言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寻寻觅寻，等了星星，结落乌啼，月牙落孤井。零零碎碎，零碎点点滴滴，梦里有花，梦里有草地。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吗？注意跟我一个方向啊，如果有新来的学员，请你跟我一个方向哦。好，来，准备。你看我的汗都滴下来了，你们有流汗吗？你们如果没有流汗，说明你们没有那个走心啊，没有用到动作，没有做到位。来，准备。情感啊，享受的这个音乐，享受啊。情人伴我骑，白马踏青泥，山花娇艳，暮色丛染红旗，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寻寻觅觅，等了星星，结落乌啼，月牙落孤井。没问题吧？今天我们学的藏族舞，藏族舞啊，有问题吗？感觉如何？那个林丹需要不要你打开给大家打开沟通一下，还是咋呢？好，如果没有。没有啊，我听到说话了啊。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上课上到这啊，下课练习去琢磨好吗？我们有回放的，有回放的啊，可以看回放啊，希望你有进步有收获。好啦，再见。没问题。
大家留下，有些事给大家讲一下啊，留不几分钟给讲一下。一个是还是说大家不在这个，说了五群里边的，扫这个二维码，中心的统一二维码扫一下，给你拉到这个群里边，这是中心的微信二维码，你注明你要进这个说了五这个群，就给你拉进去了。啊，这一个，这是每次结束啊，大家都要这个。哎，对，就是你们在上课的时候，我基本上这个聊天就是你们在发文字啊，我可能不会来不及看，所以你们要进群。现在李主席把这个二维码发在群，就是发在这上面，你们要进群。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在群里沟通，或者是。在群里说，或者是跟李主席来转达我，或者是直接跟我说都可以。但是你要在这上面，因为有时候我在讲课，你们啪啪啪啪啪打那么多字，我要停下来的话是就影响了我上课的这个教学内容，对不对？好，所以就是你可以在群里先入群，然后我们有任何的通知和信息都会在群里发布，好吗？好，现在那个时间给李主席啊。啊，行，还有呢，就是大家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刚新到的，不太了解。中心呢，现在有这个，就是每周这个时间表。现在中心的活动呢，每周啊，舞蹈像我们这舞蹈这块，说了舞，我们现在每周有四场舞蹈。这还有呢，这个，还有我们的语言学习。语言这边呢是七种语言的学习啊，你这个这里边有英语、法语、日语、西班牙语，这粤语、普通话，还有这个上海话。这里边呢学习里边呢，你英语、法语这个是课程比较多啊，你需要呢，这里边都占了将近，就是十几场嘛，是每周都有这个都占了十几场活动，啊，中心活动比较多，每天早上我们是6:40开播。早上有早读的，有早读的，这个有早读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活动，有八段锦，每天早上就从6:40开始，7:00开始早读，是这样。所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心的情况。这个明天呢是周五，明天这边呢给大家讲一下，明天呢有钢琴弹唱，重要的给你讲一下啊，有除了早上这个早读，每天都有。以外呢，明天呢，重要的有一个咨询小屋，有广场舞，有这个钢琴弹唱，重要的是明天呢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重要的学就是讲座，就每周啊我们是晚上8点到9点，9点半吧，这个每周五，这个是每周安排一场这个机动的活动，这个是上一周已经讲过了，就是驾驶安全方面的啊这些讲座，明天呢。继续第二场讲座，就是明天这是安排了两场，上周还有这周。如果大家想看呢，我们 YouTube 还有我们中心的这个网站都可以去查看，回放都有了，包括今天那个说了舞，所有的咱今天的活动，这个都上传 YouTube 啊，一个就是每天的都上传 YouTube， 一个是上传我们中心网站。国内的朋友呢，就是到中心网站看，因为 YouTube 看不到，你可以到中心的网站上去看，网站上网站呢，这个，你在群里边你都能看到中心的连接，就是每周的这个时间表，都有这个连接，你就可以到这个，你可以这个，到这个连接上，到你打开都行了，中心网站打开都行了，就是。看大家呢，我讲了就是大家呢，看有什么问题，我把这个声音打开啊，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因为有些朋友是不是刚到，我看有留言板，我先看一下，有时候打开声音有点嘈杂，我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哦，没有那个啥吧，大家打字也行，要不就是打开吧，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问一下，我把现在麦大家都可以打开。所以每一次活动结束的时候呢，最好是大家呢，活动结束的时候最好是大家呢这个留下来几分钟时间给大家沟通一下，你或者有什么事情你沟通一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现在就是说中心呢，在春节和元宵节呢，中心一个活动，
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我们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就昨天结束了。第一阶段呢，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就是我们的志愿者，这个就是我们加拿大华人志愿服从业志愿者向国内向就是全国人民拜年，因为春节嘛，我们向全国人民拜年，就是每个志愿者拍小视频，这个拍小视频就是25秒左右的小视频，现成的台词你念都行了。昨天呢是第一阶段，告一段落，今天开始了第二阶段，直到这个元宵节结束。第二阶段呢，就是大家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拍，尽量拍。你可能今天第一天可能接触我们中心，可能上来上课，那么你只要说有愿意给中心来做志愿者，你不管做多少，我们中心都是欢迎的，你都可以以中心的名义，以中心志愿者的名义，拍个小拜年小视频。中心呢，把这小视频呢会上传到中心的网站、YouTube， 还有这个就是国内吧，一些你像中国侨联呐、或者侨办呐，他们也是往这个我也可以通过在网上转发，在他们那个侨联网上转发。就整个来是一个是我们志愿者的提升，我们这个志愿者的一个形象，志愿者形象也提升我们中心的影响力。大家呢也当然说这样的最根本目的是让更多的，实际上是全世界的华人，因为我们是网络嘛，这个服来能够主要是华人华侨啊，能够到我们中心来学习来受益，我们这就是这个就是要这段子就是做这个工作，希望大家呢也积极参与啊，你很简单，就是你在家也行，你加拿大吧，这天寒地冻，有时候不方便出去，你在家拍也行。你在室外也行，当然说你最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你到那个这个比较说这个地标建筑上你去拍一个也行，反正就是25秒很快都拍了，你一个人行一个家庭都可以拍一组，就是可以这个中心这边呢你就可以就是说你就上交，我们中心有个视频提交群和一个活动群，我可以把二维码发上去，大家呢可以扫下码啊，这个活动群，希望大家参加吧。这个活动也确确实实很有意义。我看看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当然说中心的志愿服务也希望大家参加。我把这个视频提交群，我给大家，这个，我给大家这个我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一下，要进去都可以啊。这里边，现在还可以扫码吧。我们有活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嘛，这个大家可以跟大家交流，这里边呢有很多就是我们中心的骨干呐、老师啊都在里边，都可以交流。当然包括前期的我们还有这个国内一些电视台的，一个省级电视台的，他们导演也在里边，我们中心的技术人员也都在里边，大家可以沟通交流。这是一个啊，现在看大家方便了，大家可以扫码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都积极参与。当然你进这个群聊以后，你跟骚刚们你进去你说你要学习什么呢，中心的也会有一些就是中心的时间表给大家，有新的就是对中心不太了解刚刚接触到了，都有活动，你要进哪个群你说一下，在群里讲也行，你刚刚加那个刚刚扫的二维码你说声明一下也行，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就是视频的提交群，我再把提交群也发一下啊。就是你拍好视频以后呢，就是提交到中心来。这是视频。杨老师走没走啊？杨老师还在吗？杨老师，他现在在国，他这前段他回国了，现在在国内，可能他那边他上午的时间他已经下去了。他那边已经10点多了，他肯定是在忙了，他已经下去了。有啥事你可以啊，你有啥事你可以在群里留言，你刚刚不是我跟你加了，你要在群里面你留言行，不在群里面你刚刚加那个我那二维加那个中心的二维码给你拉进去群里就行了。那个跟亚老师说一声，那个我们课快要结束的时候把声音打开，我们有一些情况跟你跟他那个沟通。是我估计他的时间呢，他那边回去，因为他回国时间也有限，他那边也比较紧张，也回去也处理一些事情，他可能在那个时间也挤时间去上这个课，
说这边呢，他跟那个就是有啥事呢，最好是在群里面给他留个言，有啥事给他留言，他一般他看到他都会回的，不行了，我可以把大家的那个留言我看到或者我也给他转达一下，也没问题。那个今天上的那个西装舞，让他那个整一个视频给群里发出来，一个一个动作。回头吧，有些呢，就是说他开始都教，最后我回头也可以给他建议，给大家十分钟时间，给大家一个沟通时间，是吧？是，就是有沟通时间。沟通呢，你现在还有个问题啊，你们一定要学，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在这边听的有多少人听，就是说你现在你会不会举手？以后呢，就是说最好保持秩序呢，最好是举手，把不，那个举手的话，这个人太多，他看不着，知道吗？